职业拳手挑战大力士，到底谁更能打？当专业的技术遇见绝对的力量，是否能与之匹敌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场世界著名大力士艾迪一挑二的精彩比赛。艾迪霍尔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大力士，有着1米9的身高，360多斤的体重，一身彪悍的腱子肉，体型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坚不可摧。他还是世界硬拉500公斤纪录保持者，一拳的力量将近1000磅，甚至直接能将侧立鸡蛋报废。就这一拳，要是打在普通人身上，那还不当场见太奶。此次艾迪对战的这两个家伙是来自意大利的职业选手，长得几乎一样一样的，我们暂时就叫他钢蛋和铁柱吧。这两家伙站在艾迪面前就跟猴子打野牛一样，估计这两人加在一块都没有艾迪重。双方蓄势待发，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。由于艾迪是一打二，他必须得左右兼顾，防止跟钢蛋正面硬刚被铁柱从背后偷袭。因此艾迪并没有向其中的一人发起进攻，而是站在原地已经制动。钢蛋和铁柱这俩家伙还是蛮狡猾，想要一左一右对艾迪形成合围之势，但考虑到艾迪恐怖的力量，因此两人迟迟不敢贸然进攻，而是不断在一旁试探，试图干扰艾迪的注意力。钢蛋和铁柱心里应该也明白，艾迪能扛住他们很多拳，但是他们只能扛住艾迪一拳，因此没有失误的机会。艾迪见这俩家伙迟迟不敢上前，也是主动发起了进攻，想要先解决一个。不料钢蛋见艾迪迎上前来，拔腿就跑，要是反应再慢0.1秒，估计钢蛋就先躺下了。艾迪有点受不了这两家伙畏畏缩缩的打法，示意他们是爷们就靠近一点，但这俩家伙还是怕得不行。这一幕像极了动物世界里面猎狗围攻雄狮的场面，一群猎狗忌惮雄狮的威严，只敢在雄狮跟前骂骂咧咧，根本不敢正面较量。钢蛋和铁柱仗着身形灵活，速度比较快，不断在艾迪面前蹦来蹦去，但由于艾迪比较笨重，反应确实要慢半拍，不容易逮住这两家伙。场上的裁判见这两家伙就像两个怂包一样，迟迟不敢上去，也是受不了了，立刻对两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，要是再这么跑，今天的出场费可就没了。两人无可奈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钢蛋和铁柱一番眼神的交流之后，决定一起围攻艾迪。只见两人迅速迎上前去，试图抱住艾迪的大腿将其控制，哪知艾迪力大无穷，就像踢小鸡仔一样，一把将钢蛋直接举过头顶，啪的一下，钢蛋就像被旱地拔葱一样狠狠砸在地上。钢蛋还想起身反击，结果被艾迪啪的一拳稳稳砸中脑袋，钢蛋瞬间扑倒在地，四肢僵硬一动不动地进入了梦乡，只留下了铁柱幸免于难，还在孤军奋战。裁判连忙上前推开艾迪，然后检查钢蛋的伤势，钢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估计快要看见太奶了，也不知道钢蛋的脑瓜子还好不好使。此时一旁的铁柱见到此番情景，内心慌得一匹，接下来只剩下他一个人跟艾迪硬刚，可想他的结果也不容乐观。比赛继续，此时没有了钢蛋的助攻，铁柱显得是如此的无助。艾迪毫无顾忌地向对手发起进攻，啪的一下，一记前手拳就将铁柱打得连滚带爬，慌忙逃窜。铁柱还想满场逃窜，试图躲避艾迪的攻击，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，只能被宰。艾迪很快就逮住了这家伙，然后将其摁在地上，铁锤般的大拳头哐哐砸在铁柱脑袋上，打得铁柱龟缩在地面，毫无反抗之力。裁判慌忙上前叫停比赛，生怕这家伙被艾迪打废了。看来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是花里胡哨。铁子们觉得，如果是普通人挑战艾迪的话，艾迪最多能一个打多少个呢？